重启按 FN 加 Dial 进入 BIOS。首先进入 Setting， 将功耗调整为 Up 模式，然后进入 Advanced 高级选项，选择第五行 Power 设置，然后选择第二行 GT Power 的显卡设置。这里我们首先开启第三行 Turbo Power 设置 Enable， 然后将第二行 Maximum GT 设置为 800MHz。设置完成后 ，FN 加4保存退出。这个方法适用于临时解决大多数游戏闪退情况，尤其设置800MHz 情况下，《只狼》游戏帧数几乎不受影响。经过实测，可以大幅解决闪退概率，基本可以正常玩几个小时。当然，每个人的系统安装软件情况不一，如果设置800MHz 仍然闪退，建议下调至700MHz 会更稳定。另外，闪退的游戏不建议开启帧率显示软件。要想完美解决，请期待英特尔更新驱动软件。